哎、欸，我们今天就是来附魔宫，然后去打中介龙，不然就凋零。你们要先打中介龙还是凋零？先打大雕。再打雕。小雨来打大雕。为什么还打大雕？好妖啊！打。我等，我们要在这边开牌，我们在下面开牌，快点。嗯。哎、欸，小夏送你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欸、對，我们 RC 下去啊。我们 RC。很好的，很好的鞋子，丢你身上。丑男不能来，但是你是丑男。丑男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有青青子？靠，青青子啊！干啥？有吧？这边哎、欸，没有啊。我的。啊！丢，对不起。没有青青子啊！那我们下去挖，下去挖。走走走，靠腰啊！哎、欸，不要乱。哎呦！哦哟，你们，你很烦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我都钻石了，小雨快点这边。哦，屁呀！我真的把你，欸、我把你挖下去是对的。挖，哎、欸，我觉得石英经验比较多，等下去挖。石英经验比较多。阴茎。耶。靠腰啊。等一下啦，操！看什么？我用 F5 视角看到我手上拿的稿子跟一个、哦、一个屌、嗯，不要讲话，来哦，三二一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撒，今天要拍 1.8 的无畏生存，我们现在要打爆凋零怪，快点快点放上去，没有我的份、啊，你什么大便？你的份，这个人，你这个人。你这个，你这个人快点，我要放最后一个，放上去。你要先确定，现在我们是开哦，没事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个洞。不，啊，往下跑。小豪不要开创造，你不要用了。哎呦，被炸到了。打他，快点，冲进去打。啊，搞死他！秒杀他！这个才叫做玩游戏的精髓。等一下，没有防爆好无，有防爆好无聊哦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有防爆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开防爆？要问你们呢。好无聊哦，一下子。耶、yeah! ，抢到了。最好是一下子就这样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把地狱之心丢到水里面，就像垃圾一样。哦吼吼。我捕捉人类，伸来手要捕捉人类。你是不是白痴啊？做人类大作战，耶耶耶耶！小姐，走开啦！你走开，走！射击，我去！射击，射击！你后面，哦，射击，射击！局长跳出来，小孩超恐怖的。命装交出来！啊！我打啊！不要拿掉下去！是智障哦！你拿木剑有病哦！好凶哦！你泡水啊？哪有人有？有啊！我这边有水，过来！阿木，你这个贱货！啊！超贱，白痴！好，找不到安德勒，孩子，真的不要伤心，真的不要伤心，生气，真的，看到小雨就生气，你不要逼我，不逼我，继续，不逼我，耶，哎、欸，小雨，哎、啊，小雨，哎、欸，掠夺三呢？哇，我现在跑出一个掠夺三十的，那我一定要三十的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影片，哦，凶！如果你喜欢影片，请在影片下方点个喜欢或订阅哦。还有，我会加字幕哦。等一下，拜拜。哦，拜拜。小雨，你还跟着下来这个 DB 了，智障哎！要收拾。三十的呢，再帮我铺一把。
再把附上去，对吧？放这边的啊，放上去，快快快，十九八七六五十三二一零，很好，快点快点，略读略读略读，对嘛，这个还比较好，你自己看。好，那我就要这把啊，算了，好了，如果喜欢我这集的实况的话，请按个订阅以及喜欢，那大家再见，拜拜。